纪念了这个陈嘉庚先生的啊，他的投资呢，创办教育这个一种精神啊。那我们的中国人很喜欢用一句话来形容啊，形容老师啦，我们说了，春蚕到死丝方尽，蜡炬成灰泪始干。可能就是我们说人民教师这种啊，他这种燃烧自己照亮别人这种精神的。旁边的这些呢，展开了像书的这个东西，就是上面呢，当时有些公司、个人、企业、编制呢，编制来做这个公园的安置了，是吧？我们呢，商量一下，是要慢慢走出去呢，车子还是在原来停下车那个地方？要慢慢走出去呢，还是要坐个这种？我在酒家吧。你在坐吗？慢慢走啊。好了。时间是坐车。时间是还来得及的，你慢慢走。慢慢逛咯，慢慢走就行。吃了吧？对，爱不爱嘛？妈咪，小爸爸。